哟，你在家呢？怎么了？小希呢？他是跟同学出去了。你就这么放他出去了？不，这不考完试了吗？而且现在还是世界杯期间，让他看看球，放松放松。这怎么了？你觉得这没什么是吧？你白天还好好的，你这发什么疯呢？我就是想问你，小希的托福又没过，你为什么放他出去？又没过，自己上网查。不争气，太不争气了。我们袁家永无出头之日了。袁满啊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小希呢虽然是姓袁，可那是我们谷家的独苗，有你这么咒儿子的吗？还用得着我咒？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小希他这次没考过，咱们可以接着让他考。可你这个当爸爸的怎么能自暴自弃呢？自暴自弃不是我们家的传统吗？我没当上副院长，我自暴自弃。你说撤诉就撤诉，不也是自暴自弃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有什么样的家庭，就有什么样的孩子。袁满呀，你这乱七八糟的在说些什么呀？啊，什么撤诉了自暴自弃了？那什么副院长自暴自弃了？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啊？哦，我搞懂了，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说我们谷家耽误你的前程了？闺女听到了吧？你老公啊，想另攀高枝了。妈，看我干什么呀？哎，有本事你去攀去啊！你攀一个来让我看看呀！我看你才是烂泥扶不上墙的呢。醒了，你要困的话再睡会儿吧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睡着了。没事儿，哎，喝口水，热的，小心烫啊。舒服点没？对不起啊。我刚才是不是失态了？没有，人不高兴喝点酒，说出来就舒服了。没想到你这次回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，更没想到你妈会和铁军的公司成为冤家对头。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？想。我觉得你做的没有错，就算这次对头不是铁军，你还是会这么做的，是吗？是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记着我爸爸临终前对我说的一句话：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所以呀，马志武，你妈就是个好人，只不过她辛辛苦苦的血汗钱一下子打水漂，她自己承受不了。等她冷静下来，她会知道，她儿子是好养的。我姐也这么说。啊，对了，货的事你别着急，等我妈气消了，我姐会把货发过来的。货的事都是小事儿，现在重要的，你跟你妈这么一闹，老太太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你得多给家里打电话，给你姐打电话，问问你妈的情况。我会。再喝点吧。哎，烫着没有？没。
没有没有，我看看我看看，真没有。别动别动别动。天色不早了，好，那我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还是送你吧。谢谢。天这么晚了，你回来我也不放心。怎么，心里还憋着气呢？不帮亲妈，反倒帮何铁军。这个马之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嗯，还不是看何铁军财大气粗，想帮这个大树吗？你没看到何铁军那小人得志的样儿，占了这么大的便宜，还跟我假模假式什么感谢费？当我是要办的呢？王八蛋，都他妈是王八蛋！你干什么？我又没说你。以前我挺同情你的，总觉得你是因为心高气傲才遭人排挤。袁满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问题都出在你自己身上？你变了，变得满脑子都是报复。报复？那也是给他们逼的。我问你，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，你是不是都在利用我？在医院的时候，你利用我给你打听小道消息，打听谁对你有意见，谁投了你的反对票。现在，你又利用我来实施你的报复计划。你压根就没打算娶我，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骗了我。
我也不会便宜了你，我真的去给国一打电话。你敢？给我！恼火了没有？你骗我！只要你认为我日子过得还不够压抑、不够倒霉，你就打。你当我不想离婚吗？我做梦都想。本来我想等打赢了官司，再把那个谁和谁全他妈抖出来。我要让贺铁军和马志武自己打自己的脸。什么朋友兄弟，在利益面前都是一文不值的狗屁。到时候等我这口恶气出了，我就立马和那个母老虎离婚。可现在我憋屈。知道你心里难受，别说。你说，那个男人不想和自己真正爱的女人在一起，可我现在能吗？我都快给贺铁军逼疯了，我怎么娶你？真心对我好的亲人，我只有你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明明知道你心情不好，还要逼你。对不起。走，谢谢你。我对天发誓，一定会娶你。你睡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忍不住，我想让你先答应我。嗯，你谁呀？ Ashley。 啊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只要有事情才给你打电话吗？我是这样想让你帮我走一个过场，就是随便应付一下就可以。这样我给你发一个短信，五分钟之内不回我，就说明你答应了。嗯？喂。等我五分钟。喂？什么五分钟？
放心吧，我会帮你办好的。现在只有你才能体会我的苦。白哲林，你又这玩什么花招啊？让我见你爸爸？早晚都要见嘛。什么早晚总得见呢？不过见也行，我正好见你爸爸，跟他说说你的问题。哎，那你不许把上次我在古镇丢护照的事情告诉他。哼，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老指望着我给你救活。而且你爸爸得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职责。那你就跟他讲啊，说不定他就把我交给你了。哎呀，真是有其父就有其女啊。那我去行啊，我还穿什么西装啊？你答应过我的。我答应你什么呀？五分钟你没回复我，就说明你答应了。我睡着了，我一不应亲二不相亲的，我穿什么西装啊？那是一种尊重。我喜欢你穿西装的样子，就这么定了。看来我的女儿是占主导地位。当然了。你们俩商量什么呢？接你啊。我不见他，我不见他，我不见他。你不是想见见他吗？我不见他，我为什么要见他？这太快了吧！我不见，我不见。怎么啦？见他你又不用准备什么，我们只是刚刚开始，什么订婚呀、求婚呀、结婚呀，我们都还没考虑呢。不过我有预感。什么预感？我的 Miss Right 就是他。妈，这是真的，不信你问他去。啊，妈，姑爷在吃饭。你老公长本事了，敢夜不归宿了。回来了吧？啊，回来了。昨天晚上。睡得还好吗？你还没吃早饭吧？我给你打去啊。妈，你不用为他操心，他在外面可比在家里过得舒服。小西，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？走，我不饿。我们还能说什么？要说什么，自己说去。小西。在说什么？这不正商量着让小西继续考托福的事儿吗？这个班那个班报了那么多，可就是不出成绩。小西刚才说不想再去美国的事情了，所以我想，哎，你给小亮打个电话吧。我跟你说话呢。
你给小亮打个电话，思思现在不在上海吗？正好可以辅导一下小希的英语。圆满，你昨晚彻夜不归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你和我妈都有错，可这件事情你必须得做。不是，你们刚才真的说这事儿，没说别的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在办公室睡一晚上，睡傻了？先吃饭，吃饭，我饿了。回头再说啊。这话你跟我妈说去。嘘，小声点儿。小希，体谅体谅爸爸好不好？在我眼里，不仅是个不称职的父亲，更是个不称职的男人。今天不把我看到的说出来，不是为了给你留面子，那是为了我妈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是，我怕我哪天一不小心给说漏了。什么意思？第一，我不用周思思来给我辅导什么英语，我根本就不想去美国。这话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还有就是昨天看球，都是我哥们儿花的钱，所以我今天想请他们吃顿好。这饭钱，你在讹诈我？我没有那个资格吗？父亲，哎，初次见面，幸会幸会幸会啊！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别客气别客气。哎，爸爸，别紧张别紧张，我们是安舍里啊，这个我得跟你好好聊聊。这孩子从小呢就很漂亮，你知道，她在我心目里那就像一块宝玉一样。我恨不得让天底下所有的好事，所有的好男人。啊，爸爸，不是所有的好男人，就是像您这样优秀的男人，就要一个。当然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她漂亮才喜欢她。做父母的吧，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生活的，生活的很幸福嘛，对吧？你要是做了父母，你肯定也会像我一样，你会理解我的。喂，你干嘛呀？哎，老大，你家思思还好吧？小胖，我印象里你没见过我们家思思吧？你怎么会提到她呢？
这不正想见吗？老大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来安排。哎呀，听话听音儿，你这话里有话呀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老大，你别想多了，你可千万别想歪了。 老大，那我就长话短说啊。我家那个不争气的儿子，这回托福又没过。经过我家顾宇分析，觉得应该是语言环境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劳烦你家思思来给强化一下，好备战下次考试。小胖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这叫有病乱投医，知道吗？那想学好英语，那必须找一美国人啊，天天在一块儿。 这才有语言环境。当年我怎么过来托福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家小新啊，自己不努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当然了，我也没别的意思啊。嗯，这个忙我会帮你的，好吧？不过思思最近有点忙。忙？这再忙，每周一次总有时间吧？哎呦，这个。 我还真不好说。这样吧，你要想找个家教，我会找个好的，包在我身上了，好吧？思思就算了吧。小宝，我跟你说实话吧。我们家思思啊，最近好像恋爱了，只是我不好打扰她。啊？哦，是吧？那行吧。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，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思思的父亲。刚才咱俩聊到哪儿了？哦，对对对。 圆满了，圆满。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？哎，以后你不要再对我说马智无赏啊，最起码人家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人家可以坚持立场啊。哎，你呢？你自以为关系很铁的这个周小亮，这明显就全都是借口。这件事情我谁都不麻烦，我自己来解决，可以吧？ 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没想到在这能碰到您，像您这么懂咖啡的人。你刚才所提到那些咖啡豆，我这正好都有，我可以取一些给你。那才感谢了。你稍等一下，就去拿一个。OK。 哎，艾什莉，请。今天打扮得很漂亮，啊？啊，是。这不是你以往的风格，啊，艾什莉？难道你可以为一个男人改变自己？我没在他面前扮过淑女。 他也没在我面前扮过绅士，我想给他一个惊喜，不过他也会给你一个惊喜。好 ，OK， 安生，你真觉得他就是你的 Miss Right？哼，你严肃点，这是人生大事，非同儿戏哦。他是。 妈妈打来的，我去接一下。哎，在这儿不能接啊。It's my privacy. Hey,
好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坐坐坐坐。那个，打电话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您贵姓？你叫 Michael 就可以了。Michael， 对。哦，哎 ，Michael， 行，辛苦辛苦。你在哪里搞酒啊？嗯，这整个餐厅都是我的。这整个餐厅？对。哦。好好好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。大妈，艾什莉。哎，马之武，你怎么没穿西装呢？我穿什么西装呢？这不是为了跟你爸爸说你的事儿吗？你爸爸来了吗？来了，家里面坐着呢。你进去就知道了。我先给妈妈打个电话。哦，行吧。那我先跟你爸爸谈谈吧。嗯。里边坐着呢。嗯。嗨，妈。不好意思啊，问他是要处理一下。好，你忙。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See you next time. 老大，芝麻糊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有点事儿。哎，你刚才那是谁呀？啊，那位啊，未来女婿。是吗？这整个酒店都是人家的，美国哈佛毕业的，金融管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年轻有为，真好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哦，嗨，我跟你说，就我跟你说，那个缺心眼的女孩，今天她爸爸来了。他一定要让我跟他爸爸见一面。我是想好了，借这个机会啊，我好好说说他爸爸，不能这么教育孩子。是是是，是吧？啊，人呢？刚才他说他在这儿坐着呢。说两句，别跟他说的了，注意点分寸，好吧？知道。Dad asked me the same question before. He is, he is. Mom, I believe in my sons,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my sons has been proved. They are having a great time. Yeah. Okay, Mom. I'm going. 别笑，小点声，你再让人家听见不合适。我说老大，我这不是真的不是表扬你，同样是做父亲，你说你看看你这个父亲做的啊，你看那个父亲是怎么当的啊？要我说呀，有什么样的父亲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哎呀，啊，教育，家教，家教，对啊。哎，我说芝麻糊啊，一会儿啊，啊，你跟他说的时候啊，别整成太大动静啊。我今天和我这个未来女婿初次见面。我怎么着，我也得端着点儿。你别到时候把这个训的跟孙子似的，我实在到时候会绷不住。要不然黄金，你拉他出去，我不会。啊，我知道，这分寸啊，知道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哎呀，你出去。喂，姐姐。喂，妈什么时候走的呀？他怎么会知道铁头公司的地址？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嘞，不行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约好的，不，以后再说吧，来不及了。哎，这么活。马之武，你要去哪里？安什莉，
对不起啊，我有点急事，必须得马上走。哎，马之武，实在是对不起。这样吧，你跟你爸爸说，下次我一定跟他好好谈啊。啊，艾哲烈回来了。你们聊得很开心。啊，还好。挺好的。爸爸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嗯，还不错。高学历，有教养，年轻有为，啊。看得出来，他还蛮精干的。不过呢，我们是初次见面，还要进一步的了解。你们都几十年的交情了，还需要了解？什么几十年？你说谁啊？马之武。马之武？马之武是你叫的？你得叫马叔叔。你怎么会认识马之武？我当然认识了，爸爸，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你跟我说的那个人是马志武？对呀，这就是我给你的一个 big surprise。你别碰我，我不是你爸爸。说，什么时候勾搭你的？勾搭？你是说我什么时候爱上他吗？我也不记得了，我砰的一下我就爱上他了。爸爸，你答应过我的。不是你爸。你说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就是个缺心眼儿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缺心眼的女儿？爸爸。铁军海达公司在几层啊？你有预约吗？有。20层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董金花。你好，怎么没有你的名字？一会儿就有了。师傅，再快点。当初我拿这个721地块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肯定会赚钱。什么地理位置啊？果然不出所料吧，咱们这回海达赚大钱了。哦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？啊，我不找你，我找那贺铁军。哎，这里不能安静。不，您让开，让开。等一下，我有事儿找你。这里不能安静。哎，大师，哎，你让开我，你得进来，快让。我们这里是单位，你不要瞎胡闹。什么叫我胡闹啊？你让那贺子君给我出来啊！他让我儿子跟着他，连这个亲妈都不认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这个王八蛋，我是来找他来。放手，放开！有话好好说。还敢动跟我说？晚上海鲜酒楼，咱们大餐啊！我好。我们几个女的啊，一定要把咱们张经理这个功臣喝得不醉不归，听见没有？啊！我算什么功臣呢？啊！说实话，那位勇于揭露真相、敢把那些业主作伪证的好心人，他才是功臣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什么事儿？老吴出来电话了，说老吴太太非常着急。又来了，你跟保安说，千万别让他进来，啊！
出去看看，有人在咱们海达公司门口闹事儿，这对咱们影响不好啊。闹，让他闹，我看他闹出什么样子来。我现在出去不正合他的意啊。我这个婶子就是这个样子。王八蛋，你个耗子，你一家该死！你有种给我出来，滚出来！霍总，我怎么听着不像你婶啊？倒像是马牙镇最能闹腾的那个业主。什么？最能闹腾的业主，对，跑到咱们公司来闹，啊，胆儿肥了。这样，让保安让他进来，我在办公室等他，看我怎么修理他。看不到，看进去，给我滚出来！啊，有种的，快快！啊，你还闹？别闹了，别闹了。贺总说，请您上楼，这边。让开！贺建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啊！你这贺家没一个好东西。别动，别动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坏了，我妈来了。是千里，总有冰冷的孤单。一切思绪后，才明白，只是梦想释放。追问我自己，放弃争取又能如何？搜索人世间，才发现需要的是什么。我的痛苦，我的欢笑，你懂得。一个是因，一个神态，你懂得。我的故事，我的愿望，你也懂得。我的兄弟，我的玩伴。我的玩伴。